塞拉斯还是辅助，这把就是把难打的英雄全部凑一堆了，全是不好打的。 而且还是我下半就开的，而且还是我下半就开的。闪现不好打，闪现没了吗？这盲僧好像在下呀，我看这能不能回了。我急了，我该等他放 W， 他应该会 W 吃兵，等他放完 W 我再上好。 没把我杀了还行吧，这男枪刷太慢了，不是这男枪，这盲僧刷太慢了，这个盲僧为什么刷这么慢？我单开的呀，他可能去这边找我了吧，他不可能刷的比我还慢啊。 一换一吗？还行。带闪现的情感，有点着急了呀。哎，那可以，别怕他。 我操，这闪现！盲僧好像交的闪吧？我看见他那边亮了一个光，亮了个红光。那我往下刷了，还行。他这样来上半区把我杀了，但是他上半区一个野怪都没有。他这波他不逼的话，他就只能走到下，也挺浪费时间的。 对，这个符文带了两天了，他在下边。 我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去中呢。我还以为他撑不了这么久。
他应该回家的。 刷下去，我大招刚好，这卡牌没大了，走呀。 那这咋抓呀？这都抓不了了，太炸了！而且说实话，刚才那波死的真那么没情吗？等他交 W 再交大。 哎呦，忘了！我忘了他这个偷大招，也能那个刷新被动。不进化是想等着到那种。 我刷那个三狼的时候，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是真空期的，那个时候带进化也不会浪费时间。这个变羊得留着。 都可以，但是我说的只不过是我的想法。有人问我说：“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。”这下路要不要差距这么大？
当时血量那么多，还要大过来。还好对面这个中野他艾克都已经放大了，还在往前走。不悦吗？哎，差点。没死还行。就差一刀这上面了。这沙弥拉应该没双了吧？他别打完这波线升十了，应该没十级。别去先锋啊！还有屏障。我操！就这瞎子还闪现 Q 呢。进化大是隐身时间几乎加一倍，然后多一段隐身。这个走吧，偷袭者。前边那个武器你没看呀？那个武器打了一套，差点给他打死。
哇，不是我的图吗？为什么？这谁呀？ 算了算了算了，都没蓝了，不该打了。这山米拉不来吗？ 踢了，卡牌也不蓝吗？我以为我当时有提亚马特。 那个提亚马特杀卡牌的时候用，忘了，我按了半天提亚马特没按，结果没按出来，我一看，我看我妹妹才知道没有。兄弟，我也是真的尽力了，这个屏幕我是真的尽力了，你其实。 这个东西每天都有人说，说了我也不想做出任何改动，因为这个确确实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操作习惯，对吧？你强行让我依止我自己的习惯，会玩得很别扭的，会玩得很奇怪的。我也不想变，但是你只要一说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，我还是多多少少的我会稍微的。 这个屏幕的晃动率稍微的低点儿，这还敢跳？ 那我真尽力了，兄弟，我已经，哎，我W出来应该是杀，我这个我是真尽力了。 你这个东西归功于一切，就是它游戏设置的坏，视距太低了，它视距高点不会有这种差异的，这游戏视距太低。我想杀沙弥拉，我在等沙弥拉，沙弥拉呢？ 我操！不是，沙米拉不来吗？直接，我蹲了半天啊！别追了吧，追他大龙拿不了。哎，这追的其实拿不了。
这青钢影这么脆吗？我感觉我能杀死他。别了别了，快走啊！我没大了。掉了。 那没办法，不是这个一个视角，没必要说这种东西啊，我觉得。 每个人没有个人操作习惯，我操！有一些职业选手他都有的还有锁屏玩的职业选手，你就比如说我开这个移动预测，有很多人不开，我开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那个电脑太垃圾了，太低级了，所以说养成这种习惯。 这个真没必要，有什么说呢？就有什么歧视？完了，我又进化错呀！我怎么老升级错呀？我只要进化一，我就16级，我就直接把那个 W 不是把那个 E 就给加点了。我每次11级进化一，我就觉得我已经进化完了。 这卡牌坏了，我他妈17级二级弹，我靠，这习惯改不了。 17级二级的，哎，不是，人家锁视角，他是能点地图的，你懂吗？ 你按那个 Y 键不就锁视角吗？但是你能看地图，看到没？不影响人家看地图。我一开始就是
其实我就是索式教育，然后因为我在网吧玩，然后就有一些人，当时我比较装逼嘛，然后就有一些人喜欢在我后边看，他就看我索式教，他就说索式教不行，我才改的。我觉得我如果说不是在网吧玩的，不是被那些人影响，我应该就是到现在我一直在索式教。我18级终于能进化了，进化个 Q 了。